前瞻基础建设从一开始的时候，3月31号大家都讲好了，六场公听会以及六个委员会联席审查，以及预算由财政委员会来主审，我们都答应他。那上六开完礼拜一的时候，大家也经过协商，那些协商而且透过表决点名表决，也就是说他们两个，第一个他们要变更一层，第二个他们要退回前瞻，透过点名表决，大家表决过，然后程序往下进行，行打结束。最重要是廖栋也签一个不干扰意思，所以这部分大家要同理心来，就是说党大家讲话算数。那今天我们觉得程序有问题重来，当我这个我自己觉得邱莹很有道德勇气，本来重来就重来，大家讲话还算话。你不能签的像一休林一休也是一样，你签的说重来没有关系，哎，不占领主义台，他最后占领主义台，所以这一部分大家要讲清楚。我希望大家就是说，要面对问题，大家来解决问题，不是只有你国民党想要怎样就怎样的。我希望大家好好来谈。